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！很高兴在这一年最后一个礼拜的牧人青草地，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灵魂的眼睛。灵魂还有眼睛哦？当然有啊！圣经说，你的灵魂苏醒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你的眼睛睁亮的时候。什么叫做灵魂的眼睛呢？在路加福音第11:34那里有说，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了。这个地方所说的灵魂的眼睛就如同这样子。好像一个例子，摩西当他看见神的时候，他愿意从灵里面看到说神引导他的道路的时候，他看见道路，这个道路就是回埃及，然后回到埃及把百姓带出来，当他看见这个道路是神亲自所命定的时候，他的灵魂眼睛看见了。自从他灵魂眼睛看见的时候，哇，天地万物都变色了，所有的事情因着他的道路而改变，呼风唤雨，整个生命里面走到哪儿就改变了，降下灾难也好，降下玛纳的恩典也好，都因为他走到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都成为整个世纪的最大的事情，因为他的灵魂眼睛看见了道路，只要一看见道路，整个时代、整个人、整个四周围的环境，都因为神的荣耀变化了，神的荣耀就成为这世代的见证人。好，那如果这里所说的眼睛如果昏花呢？哇，那就是整个灵魂都黑暗了，里头的光就变成黑暗。所以35节就继续说，所以你要醒察，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。一个例子一样的，像犹大一样，他的灵魂看不见耶稣基督的道路，他渐渐的感觉到我的利益被剥夺了，我的成就感被剥夺了，所以他就开始变成暧昧的事情。他眼睛所看到了只有自己的利益，自己想要好取巧夺的，所以看到一件事情，他就每天走暧昧的道路，然后跟外面勾结，跟大祭司勾结，所以他所成就的事情就成为当时世纪最大的一个败笔。他的灵魂所看见的是自己的需要。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件事情，当你眼睛看到，灵魂的眼睛看到，你生命就会变成神的道路，而神的道路一打开，这世代就完全改变。一样的，但以理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，当他道路看见神的时候，他勇往直前，不怕任何的事情或者眼光对他，以至于旁边的同僚就开始嫉妒，也许就攻击、设计。但是他眼睛所看见的是神的道路，他不再害怕。也因着这样子，不但时代改变，审判也临到那世代，攻击他的人也因着这样子陷入到神可怕的一个审判，通常掉入十字坑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在生命里面就在想，到底这一句话给我们有怎样启示呢？今日的我们，圣经其实在前面这些道路里面所说的就是这样子，在32节说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世代的罪，意思就是，当约拿一呼喊的时候，尼尼微人的眼睛就看见了，看见这可怕的事情降临到他们身上，因为他们就改变了认罪悔改，他们一认罪悔改，时代的祝福跟恩典就临到他们了。所以说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做见证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讲，到底灵魂的眼睛是怎么看见的？简单说，要像尼尼微人那时候的眼睛一样，一谦卑下来，一有敬畏的态度下来，你眼睛就看见。你眼睛一看见顺服这个道路，那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跟神的道路，然后你走的地方、走的道路都会为了你所看见的而打开，
世代的祝福。啊，今天我们在神面前，希望2018年将过去了，我们属灵的眼睛到底看见什么？如果我们看见2019的祝福跟2019的这些道路的审判或者是打开，我们将会在2019的脚步里面，一更加谨慎，二成为神所喜悦的。这时候我想让大家听一首歌，就是十字架上的爱。而这首歌使我们在前面的道路里面知道省察自己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神的喜悦。虽然有这些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子，但是我愿意束缚的时候，你的灵魂就苏醒了，而且越是苏醒越是清楚，然后越是勇敢。好，我们听这首歌，我们请教会的这些年轻的男的牧者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《十架上的爱》。这条道路，在玛利亚，当她灵魂苏醒的时候，她看见道路。当她看见道路的时候，虽然有很多人不认同，但她勇敢的往前走。真的，时代就好像我们所说的，她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。时代上所有见证，都要以玛利亚所做的事情为生命的歌颂。我们盼望在生命里面，2019果真的在教会里面。每个人的道路都成就神的喜悦，
因为我们灵魂苏醒。我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么爱我们，在我们灵魂里面对我们启示我们，鉴察我们，使我们真知道我们哪里得罪了你，也让我们在这条道路里面深深知道自己的软弱，好让我们把自己在生命里面更多完全的交托在你手中，好让我们道路更完全是神你的心意。当我们这样走的时候，一大群弟兄姐妹会跟着我们在这条道路里面同享那天国的荣耀，并且这世代将成就耶稣的世代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献上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